有请下一组选手上场。我们是来自陕西西安王木墩剧场的演员。跟其他的选手比起来，我们算是老年组吧。老，我觉着是对生活有更加深刻的理解。我师父76岁了，作为陕西独角戏的创始人，也希望三个弟子能够把西北的文化带到东北来。哥，下了下了，这黑土地上咱也出弘扬一把，咱们黄土地上传统的秦腔文化。希望东北的观众能够喜欢我们这三位来自西北的演员。韩春雪，左三圈右三圈，动动脚脚起家看看，嘿嘿，哎，大家好。哟，刘大妈，您也下来了，哇！小区的保安老师，哎，小石，小石，哎，小二，你们干嘛呢？哎，填包，这谁？哎，这不是我们小区的小高吗？嘿，大眼珠子了，经常是往上飘，从来也不往底下摸。他要是往这底下一摸，他还能丢了钱包啊？得了，我给他送过去吧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丢哪儿去了？你说，哎呀，嘿，小高啊，看啥了？飞碟啊？看什么飞碟？着急上厕所，钱包还给丢了，你说这，哎呀，钱包丢了，你往上边换个角度，换个角度啊，这边往下，哟，这钱包，你偷了？啥偷了？你捡了？啊，谢谢啊，谢谢老师，哎呀，谢谢感谢感谢感谢，没别的。晚上我请你吃饭啊，我这有点急事儿啊。这，哎哎哎哎，不是，小高啊，不是，打开看一看，丢东西没有？丢东西？不用，我信任你，你老实什么人？老实人嘛，回来再说吧。不，经了我的手了，你必须打开看一看。哎呀，看，行行，我看看行吗？我买你个放心行吗？哎呀，这真是太可爱，这身份证。哎呀，银行卡2000块钱，好着呢，没事。等会儿，你给钱，钱先数一数。不用数，我信得过您。这钱就算您拿了，我都认了，行吗？哎，你要说这话了，你必须得数了。哎呀，我数，我数行吗？哎，你数钱，我数钱。一五，一十，十五。16、17、20，没错。哎，不，16、17、18、19了，缺两。哎，你拿上，你这个人太粗心，拿过来我给你使。这要慢慢的使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哎，你看着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哎，缺两张，缺两张，没事儿，这两张就当辛苦费了。哎，不是，谢谢吧。哎，不，不是，我这还憋了泡尿呢。你憋了泡尿，你憋着，要洗刷我的清白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没拿你的钱。你看吧，你没不，你看这儿没吧，这儿没吧，你看这儿没有吧？没有，这儿没有吧？没有，这儿没有吧？没有，根本我就给你说，我这个。